都跟大家说了，这趟我是来吹定新手的。什么叫新手？你拿到了一级驾照了，你就可以开车了吗 ？No， 有好多东西都不会，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今天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怎么样用自己的加油卡加油。对于新手来说呢，有时候你连加油都不会，你信不信？对吧？就跟我第一次的时候，人家说，哎，我十几岁的时候，人家说，你交过女朋友吗？我说没有，你信不信啊？我给你个女人，你都找不着洞。我说的确是，的确是真的，你找不着，第一次的嘛，没经验的。所以今天呢，我手把手教新同学啊，如何看着没？如何加油？那加油呢？现在我给这是有两张卡，这张卡就是 Flying J 的啊 ，Flying J 的加油卡，这是一个叫做 Credit Card， 而这个卡呢，就是我们的 Rewards Card。有了这两张卡之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用这两张卡加油。那通常呢，我和是会用它那个 app 啊，我会用它的手机的 app 来加油的。但是因为这次我不是教大家怎么加油吗？走起，给大家看看我怎么给大家用这两张卡加油。首先呢，第一个步骤干嘛？戴手套，安全，对吧？一定要戴手套。看着了，我的手套已经戴上了啊。戴上手套了，因为我们是在教别人嘛，所以说现在呢，我要等我的兄弟也戴着手套过来，我再告诉他该怎么样来，怎么样去搞。因为这时候也是教他的过程。来，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搞，帮我拿着，然后你坐过来看。首先第一步的时候，你看了这个屏幕什么都不管了。你首先你要看这个是这样子来出现这种、个、出现这个呢 ，Enter Mobile App Code or Company Start Code， 然后 Swipe Payment Card。好了，那这种情况也说明这个机器可以使了。如果是上面直接可以闪 Fuel Diesel 的话，那说明你还没前面那个人还没有弄完。那第一步呢，就是把我们这张卡插进去，怎么插，正着插、反着插都行啊，上面在这边插或这样插都可以的，因为它这边是两边都可以。如果那边不可以的话，那这样子。首先插进去 ，remove card quickly， 把卡插拔出来，然后紧接着你看，紧接着下来 one moment please， 就等一下，等一下之后呢 ，swipe your reward card， 那这就是我们的 rewards card， 对不对？把我们这卡插进去，拔出来，为什么呢？这张卡可以给你呢，就是说给你会很多，会给你很多优惠，知道吧？所以说我个人建议一下大家用这张卡，然后紧接着出来这个屏幕，大家看一下，有这个出来屏幕，有 tractor， 有 river， 有 boss。因为我们只需要加卡车车头的，我们就点 tractor。这时候点完 tractor 的时候，你看看着吧，这里有 DEF。什么叫 DEF？ 叫 diesel exhaust fluid。那这边，看着没？这个口打开之后，这就是 diesel 啊，这就是相当于尿素。咱们因为今天咱不加尿素，所以说呢，咱们就不点这个。所以说这时候你得点什么？点 skip， 知道吧？点 skip。如果你要加 DEF， 就要加 DEF。那加了 DEF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如果说你要选了 DEF 之后呢，没事儿，就是加完柴油之后再去加 DEF， 知道了吧？那现在他会问你卡车 number， 来，你点了之后会问你卡车 number， 你输入你的卡车 number 19110，知道吧？然后他就会自动输入，然后紧接着这时候呢 ，odometer reading， 就是说你的车的公里数多少呢？这时候咱们需要去卡车上看一下啊，碰着看。681633，咱们记一下，然后的681633啊，681633，然后这不681633了吗？来，大家看一下啊，你把这个数目输出去之后啊，就点这个回车，点 Enter， 然后紧接着他会说什么 Trip Number， 因为这是我们2021年的第一个 Trip， 我们就是每个公司的 Trip 不一样啊，我们公司就是第一年就是写一就可以了，然后紧接着他会跟你说 Enter ID。这个 ID 就相当于你的 password， 所以说呢，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啊。好，然后呢，紧接着看，说完这个 ID 之后呢，紧接着再说，他说完这个 ID， 紧接着再说 driver ID， driver ID 和那个呢是一样的。然后再紧接着会出来就 one moment please 啊。那你看你需不需要的什么啥 additional， 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了啊，就点 no 就可以了。点完 no 之后呢，这时候呢，大家会什么？You may go eligible for the fuel no go fuel on go， 不是 fuel no go 啊。Please read the message after filling， 点 continue 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这一定要把这两张卡放好啊，揣在自己的兜里。看到这时候显示吗 ？Remove nozzle to fuel diesel number two。那
这就叫 nozzle， 有的人叫 nozzle， 有的人叫 nozzle， 不管了。但是在拿起之后，拿起之后，完了紧接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把这里抬起来，知道吧？我因为我今天只带了一只手了，把这个抬起来，你知道吧？把这个抬起来才可以加啊。然后紧接着，我们把我们的油箱盖打开，这是我们油箱盖，打开我们油箱盖，这边加，那边加，两边同时一起加就可以了。那紧接着帮我拿一下，兄弟。然后呢，紧接着呢，看到 ，I turn every day， 不管他那个先不管他，对。把我们的加油枪往这里一放，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加油枪要对准洞啊，你要别加到外面去啊。来给大家演示，看着没有？加油枪对准，因为它有这个黄的了。这时候呢，你把它往上一卡，所有的 commercial 这里都会有个电的啊，都会有个卡口，所以说它这时候是自动加了。这是在美国啊，在加拿大的只允许加这边或者说加那边，知道吧？然后我们的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加另外一边哈，这时候我们再走过去去加另外一边啊。那这边这边加好了，跟着完后呢，就紧接着转到这边来。这边来的时候呢，同样的道理啊，你首先也是把这个副驾驶油枪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把这个抬起来，啊，抬起来之后干嘛？抬起来之后把油还是一样啊，把油箱盖打开，把枪对准洞，伸到最里边去啊，一定要到底，知道吧？你不要没到底出来都是洋洋洒洒的啊，还是一样。然后紧接着。看到这个卡没？这卡的油箱加满的时候，它会自动弹出来，知道吧？看到没？就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这个不会，你这样的卡住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呢不想把油箱加满，为什么不想加油箱呢？因为有个 reward card，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加75加仑就可以了啊。所以说走，咱们看看加75加仑的油需要多久。那这个屏幕都是一镜到底的，我就是说不给大家整那点虚头巴脑的，就大家一直看。这时候呢，我们一看，看着蹦字儿，现在呢已经蹦到39加仑了，看到没有？39加仑，这是价钱啊，上面是价钱，看着是这里钱，下面就是加仑数，所以说我们等到它75加仑或76加仑或77加仑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杀得当就好了。那杀得当怎么杀呢？我们直接在这，因为这边是要煮的啊，叫做焖，这边叫做焖，那边叫做 satellite， 就是 这边是主加油箱。那边那个看上没？那叫副加油箱，所以说你两边都可以加。它现在两边都可以加，你加的时候不要离开啊！你加的时候不要离开，用两只眼睛要看着啊，知道吧？要看着油箱了，万一要加不好呢，对不对？所以说我通常情况下我会就在这里待着，看着吗？大家知道加仑和升是多少？1:3.78啊，就一加仑等于3.78升。那所以说，当你达到70多升的时候是，你加到70加仑的时候，4200加将近280升的油啊。所以说这个油已经很多了哈，所以说你看着了，等到75的时候我们干嘛？我们直接一摁它就可以了。通常情况下不是，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但是我不说了，看着了，76了，77了，行了，把这一关，这就加完了。而这时候加完的时候，如果你要加 DEF， 你选择了 DEF 的时候呢，这里不是 one moment please 吗？就是它会选择让你去离，它就会让你选择什么？你看我这就可以走了，我点 continue 就可以走了。而这时候，如果要你选择了 DEF， 它就会显示一个，就是把这个 DEF 枪拿出来，知道吧？把这个枪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拽啊。这个，因为这个卡的，来兄弟帮我一下。好像兄弟不带，不管了，就把这个枪拿出来啊。这个拿枪你就很会了吧？拿枪完之后呢，看到这里有个按的，叫 Diesel Exhaust Fluid， 你要按它一下，然后你去加就可以了。怎么样？学会了吗？但是加油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现在大了弯的时候呢，一定要学会啊，一定要学会，一定要把这个油箱盖，你这时候呢，把这个先主油枪放进去，这个枪放回去之后，你紧接着第一件事情干嘛？一定要把这个油箱盖啊，一定要把这个油箱盖盖严了啊，先盖主的，然后再去搞副的，知道吧？一定要有步骤啊，你知道吗？从简单的事情。一定要程序化，先干什么再干什么，你知道吗？那你看这时候我哥们帮我忙，那不行啊，这不能不来不能帮，来我来。
那他已经帮我把这个油枪放回去了，就咱们就省燃煤工事。貌似他们也要把这个油盖拧紧了，但是我不说了，有一个人干活，另外一个人 double check， 所以说我现在是看活，让他在那看，让他在那学，这就是加上油。加完油紧接着事情干什么？如果你加油加得快呢，我会干嘛？我加油加得快的时候，我会干什么？要把那个车玻璃，要把那车玻璃都刷一刷，车灯刷一刷，是吧？然后再检查一下，转一圈看车灯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如果不正常的是个不正常就你就检查出毛病再说。但是你加完油，我不是要进去拿那个 receipt 嘛？但是在拿 receipt 之前，我们先要把这车开到前面去，知道了吧？为什么开到前面去？就是说你把这个油枪的油站给人腾出来，腾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什么？哎呀，就得了，我们把这个车呢开出去之后呢，干嘛？我们开出去之后呢，别人才可以再去继续在我们这里加油，懂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把车开出去，但是因为我的车玻璃有点脏哈，我下去赶快把这个车玻璃弄一下，咱开出去。那现在呢，不需要往前看着，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气刹一推，把车往前开，开多少一定要开到什么地方呢？一定要开到后面那个车可以用我们那个油箱，可以用我们那个加油站的那个东西呢来加油。因为这个地方它在施工啊，但是即使是施工，我们也要把这个位置啊摆好了，就是说能保证后面，如果而且能保证后面能有加油，而且保证前面这边能过，就比较困惑了。行了，不管了，现在干嘛？跟着我一起脚步，我们去进油站里面去拿我们的 receipt， 怎么样？看看我再教大家是如何去拿 receipt。 那在了美国了啊，我们只要进 store 就要把那个口罩戴上啊，很简单。那现在呢，每个 Flying J 啊都会有这个机器，有这个机器，我们刚才在外面加完油的时候呢，只要怎么样去来点呢？我给大家新手演示一下，随便点一个屏幕，这里呢这上面的全都有了，你是 loyalty 啊， fuel delivery 啊，是不是？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加油单子打出来，现在今天我们的哨也不看，我们只需要 print a fuel receipt。 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吗？ swipe your loyalty card， 就是说你把那个加油，你不要刷自己的加油卡，刷哪张卡呢？就刷那个 rewards card， 就是发那个 pilot rewards card， 一刷它就可以出了，或者说 enter truck number below， 咱们 truck number 1910，只要你在那儿加着油，加完油进来，直接输你的卡车 number 就可以了。我们一点回车，然后紧接着看着没有，这里的我们的 receipt 就出来了。你想打印一份还是想打印两份？我通常都会打印两份，自己留一份给公司一份。然后呢，这个加油单子就会从这里出来。下面啊，哎，它一出来弹的时候，你拿一下，然后紧接着还有一张。两张加油单子拿了，搞定了。这就是如何教新手加油，你学会了吗？关注我，我的视频里头慢慢的给大家一家一家讲解。如果你是初学者，跟着刚哥一起走；如果你是老司机，咱们一起研究研究如何去修车，好不好？我们下期见。这期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不通的、整不明的，跟着我的脚步，北美卡车司机带你走不同寻常的道路。